欢迎收看我第五个 vlog 啊，首先啊，大家都听过那首王力宏的那个，还有啊王明志的《飘向北方》，所以今天我要做的就是啊，就是要做他的 reaction， 就是他的反应对这一个啊他的影片这首歌。哎我们的国家，这边他应该是在中国拍的，然后他讲述一个飘向北方。这个王力宏他配到很不错。这个不是北京的最，北京的那个什么汤。